见你们教导我家赘婿了，我们现在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少主，刚才是我僭越了，我不该说您是赘婿，您不要见怪啊。他们虽然说话难听，但却是真的疼爱夫人。嗯，要是相爱的话，好像当赘婿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，也是难将就的。 输了变脸吗？太热闹了。